成毅是个很有实力的男演员，自出道后就参演了很多经典的电视剧，而他不仅有超高的演技，长相也特别帅气，与杨紫合作沉香如屑，也是让网友直呼太养眼。虽然杨紫在刚开始进入娱乐圈时被调侃长得不是很漂亮，但杨紫偏偏不信，为了打脸那些不看好她的人，杨紫努力减肥，努力练形体，终于现在的她看起来更加的仙气十足，不仅漂亮，活泼的性格更是为她加分，只要与她合作做的男演员都会成为她的好朋友。这不，早前与肖战合作的余生甜哭一番观众，成为观众眼中最甜蜜的一对 CP。 对于杨紫和肖战的传闻，成毅也了解过，甚至还以为杨紫和肖战是男女朋友，出于好奇还询问杨紫，肖战会建议你拍吻戏吗？随后杨紫一句我拍吻戏和他有什么关系，也是让成毅都愣住了，看来肖战和杨紫并没有在一起，两人有缘无分简直太可惜了。那么看完你觉得成毅会追求杨紫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